同志们好，我是中国国际技术治理合作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晓东。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对标治理指标的协同系统建构。中国有句俗话叫读书看皮，读报看题。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标行动通知的解读；第二，治理框架，对标世界一流的协同模型；第三，方法论，如何建构对标指标体系的方法。我们先通过一个华为对标 IBM 的这样一个案例，来看看对标的流程，对什么，怎么对。大家请看，这是1998年 IBM 对华为的一个诊断报告。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客户需求关注，反复做无用功，浪费资源，造成高成本。第二，没有跨部门的结构化流程，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流程，但部门流程之间靠人工衔接，运作过程被割裂。第三，组织上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墙高耸，各自为政，造成内耗。第四，专业技能不足，作业不规范。第五，依赖个人英雄，这些英雄又难以复制。第七，尽管有10%的研发，仍然是一个量产型公司，而不是一个创新型公司。你看，这样的组织治理架构、组织治理的现象，你们怎么能想象20年前的华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企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华为任正非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IBM 派来的这个专家咨询队的这位姓周的是一个华裔，华裔在开价的时候，中国人有个习惯，开价1块钱50%砍价，5毛钱成交。所以这个咨询项目他给任正非报价20亿，任正非没有跟他砍价，只问他你确定能给我带来改变。这样的对话传到了 IBM 的郭士纳耳中，郭士纳也就是写大象也能跳舞的郭士纳 IBM。 郭士纳深沉的回答，好好教，华为正是在对标 IBM， IBM 正是通过他的组织治理系统、咨询系统对华为的整体的重塑，带来了华为今天成为世界伟大企业。所以任正非提出，我们要站在巨人肩上，站在世界发达国家先进公司已经走过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前进。当时这个诊断项目20亿人民币，也就是华为1年的利润。这个项目呢，对标设计内容包括华为未来3至5年的向世界级企业转型所需要开展的 IPT， 就是集成产品开发 ；ISC 集成供应链 ；IT 系统重叠、财务四统一等8个管理变革项目。这样的重大项目的推进啊，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决策，实际上这样的决策它内含着任正非作为一个伟大企业家内在的这种危机意识以及高瞻远瞩，如何发挥企业家的精神的核心作用呢？需要事情的应用、创新精神，包括风险的承担。因为在华为内部，这样的这个变革咨询还是面对着高层很多的不同意见，因为华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并且实践证明，这套模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你突然宣布要引入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放弃原有的管理模式，对许多人来说，他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在华为工作多年，已经习惯认可了已有的工作方式，对于新的工作模式所代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他们非常不认可。这里边出现了很多的冲突矛盾。那么甚至任正非有一次为了让他的管理团队适应这样的这种管理风格，接受这样的变革咨询，用了一把刀放在桌上，说你的脚穿不进皮鞋，切你的脚而不是改变皮鞋。这在中国来说，学猪吃驴是一个负面词，但是在华为变革中，任正非正是用他的铁腕推动了华为的变革。那么华为在对标世界一流，在 IBM 的这个5年的指导下，建立了他的一整套的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你比如讲华为基本法，它包含着华为的宗旨、经营政策、组织政策、人力资源控制政策和修订法。那么华为治理的基石呢，就包含在它基本法里面。我们把它的基本法做了一个分类，你比如讲华为追求在电子信息领域的顾客的梦想，这解决了华为的战略去哪里的问题。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是谁去哪里，我们将永远不进入信息服务业，用我不是谁来更加清晰地回答我是谁。我们是以优秀的产品、可靠的质量、优秀的终身效能费用比和有效的服务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如何去。那么华为提出了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你比如讲胜则举之相庆，败则拼死相救，集体主义下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力出一孔力出一孔。客户需求是产品发展的路标，客户的价值主张决定华为的价值主张等等，这一系列正是构成了华为的组织治理的基石。你像华为对标案例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锻造了华为近10-20年来成为世界伟大企业的基石。我是这样概括华为的组织治理的。第一，它把握战略方向，持续28年聚焦数据传输管道，心无旁骛。第二，它持续压强投入，制度创新，劳动者普遍持股的激励效应。你看它的商业模式，它的激励约束机制。第三，构建价值趋同的合理的价值分配，撬动更大的价值创造。这一系列形成了华为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的组织基石。在这样的基本法指导下，在这样的基石基础上，华为对它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变革。2002年前是以本土市场为核心，组织结构以集权为主要特征，专业化、规范化程度高。2003年，集权结构向产品性结构改变，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2007年，总部地区部升为片区总部，成立7大片区，各大片区拆分为20多个地区部，指挥作战中心进一步向一线转移。2010年，按照业务类型变为按照客户类型划分，成立面向企业、运营商和消费者3个客户群的组织架构。2014年，华为新成立 ITC 信息通讯技术融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织，以适应 CT 行业技术融合的趋势。这一系列模仿性的创新和组织进化，也推升了华为的
不断的攀升。华为这个案例啊，告诉我们三点：第一，组织是有生命力的；第二，组织进化和迭代是有规律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组织进化的核心动力。下面我汇报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标行动通知解读。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并召开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启动会议，动员部署提升行动。包括中资在内的所有央企啊，都在深入的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决定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对标行动呢，它的工作背景也就是工作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建明同志在启动大会上做了讲话，提出啊，到2022年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营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企业总部管理能力明显增强，部分国有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那么他提出啊，要解决更谁对的问题，解决对什么的问题，解决怎么对的问题。他强调要强化目标引领，强化精准对标，强化能力建设，强化体系建设。这次三年对标行动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研究部署阶段，第二个是组织落实阶段，第三是评估深化阶段。那么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作为研究部署，我们如何找到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抓手，建立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分层分级的治理体系的架构的细化分析，找到我们与世界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就综合分析世界一流企业的优秀实践，深入的查找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通过健全工作制度、完善运营机制、优化管理流程、明确岗位职责、严格监督检查等措施，持续加强企业管理的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责任体系、执行体系、评价体系等建设，全面提升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这一次通知中啊，提出要加强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这八个方面重点工作分别是：加强战略管理，提升战略引领能力；加强组织管理，提升科学管控能力；加强运营管理，提升经验运营能力；加强财务管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加强科技管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合规经营能力；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科学选人用人能力；加强信息管理，提升系统集成能力。我们再看最近啊，我对2019年世界500强中排名前20位左右的企业做了一个研究，这是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前21位的企业，其中有些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全球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美国公司占了121家，中国企业占了129家，包括台湾10家台湾企业。那么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的营收仅占25.6%，
低于美国的20步，8.8。世界500强中前50名中，美国企业最多，后50名中最多的是中国企业。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石油行业企业、手机厂商及互联网电商、汽车制造公司和在世界500强前21的中央企业进行了人均营收的一个测算，这是他们的人均营收状况。我们看到，就中石油排名第4，与排名第3的壳牌只差1位，这是收入，但是人均营收相差17倍。壳牌、英国石油、美孚，他们的人均收入排在前3位，第4名是苹果。我们再看，我们对世界500强这前10几名、17名，他们的人均利润做了一个比较。排名第1的是苹果，第2、第3都是石油石化行业的壳牌和美孚，而相应的我们的有关国有企业啊，它的人均利润率啊就比较低。像中石油与排名第3的壳牌人均利润收入相差180倍，与苹果相差271倍。就应该看到，我们国有企业在人均利润方面与世界一流企业比还有巨大的提升的空间。曾经去年我就这个问题啊与中石化的有关同志做了研究，他们也提出，我们的国有企业可能担当着这个国家资源配置的很多重要的任务，但是也客观存在着改革转型、减少冗员、提升效率的重大的变革任务。为什么我们的排名世界前列的收入排名世界前列的这些企业，它的人均、它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与世界一流企业之间具有如此大的差距？实际上19大报告已经明确给我们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国国有企业，包括中国的很多其他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核心是在他们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我们如何提高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攻克的一个难题。我呢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鹰的模型，即以协同智慧为鹰的头，实体经济躯干，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为两翼，现代金融为脊柱与血液，就贯穿现代体系变革的始终，四位一体协同发展，我们的国有企业才能鹰击长空，翱翔于世界经济的舞台。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协同模型，如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需要有框架架构，需要对世界一流企业进行庖丁解牛，深入的剖析世界一流企业它的历史脉络、组织演变以及它牛在哪儿、成在哪儿、好在哪儿，真正学到它的精髓，掌握它的实质，同时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底层的商业逻辑、它的组织治理架构、它的人才结构等做相应的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才能学到它的真谛。所以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啊，需要对世界一流企业的组织架构、治理架构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在2014年曾经创立一个叫国家与组织治理模型。国家和组织治理模型呢，实际上回答了国家和组织治理过程中哪些要素构成了组织治理的一些基础
和基石。国家与组织治理体系实施协同模型啊，它是研究国家与企业攫取崩溃现象背后的组织治理现象而得出来的一个协同模型。我们今天中国人啊都喜欢说秦皇汉武，因为提到秦皇汉武啊高山仰止。但是秦始皇的秦帝国以及汉帝国，它在发展的艰苦的历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就以秦帝国为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家认同与共同价值，特别是在齐国等地区对国家认同不认可。那秦始皇呢也忍辱负重，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秦始皇还跑到泰山去封禅，他希望用君权神授这样一种形式来获得包括齐国在内的其他六国的认可。但实际上在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达到目的，导致这个不长时间啊秦帝国就崩溃了。所以秦帝国的秦始皇在位的时间也就是16年左右。那么汉帝国也经历了隐忍崛起和崩溃，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统一了中国，但是武帝后期如何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多重要素方面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现了很多问题。可能在汉武帝时期啊，他就能理解他的先辈刘邦为什么打下天下以后，大家注意看，这个刘邦汉帝国成立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一国两制，你看一边就是统一的国家制度，另一边就是分封制。一国两制在汉初期就在中国。那么我们提出啊，国家与组织治理啊，实施协同模型啊，它分为三个层次，顶层是协同，那第二层呢就是首要目标与共同价值，制度与模式，战略与战略决策，第三层有六个支柱，即国家认同、社会舆论、行销、满意度与表达、结构与稳定、激励、约束、规模、范围、周边环境、地缘政治。由于这些词的英文单词都是 S 打头的，所以叫国家与组织治理实施协同模型。这个协同模型呢又可以设置成这样一个类似像罗盘一样的结构，也有点像中国的六角塔。这是一个中国的六角塔，六角塔的最底层有六根支柱，代表着从1、2、3、4、5、6六个数字构成了它的底座。那7是战略，8是制度模式，9是共同价值与目标，分别代表着三个层次。一个组织治理啊，就跟六根支柱与三个层次的修炼，达到顶层和整体的协同